大家好，而家要教大家玩嘅系细菌博士。所有嘅玩家攞一个小培养皿同一个钳，将所有嘅细菌倒入大培养皿入边，洗匀所有嘅研究牌，面朝下组成牌库。当所有玩家都准备好嘅时候，翻开牌库顶嘅牌，玩家要按照指示用钳斗快由大培养皿入边拣相关嘅细菌，摆喺自己嘅培养皿嘅指定位置。之后玩家需要找到牌上面沾咗边一种细菌，将它摆到自己嘅培养皿度，令到自己嘅培养皿每一个小分格都有一粒细菌。玩家的培养皿分为四个间隔，分为普通细菌区和超级细菌区。超级细菌的形状和颜色必须和其他三粒细菌都不同，普通细菌的形状和颜色都必须要和超级细菌不同。三粒之中最多可以有两粒细菌的颜色是一样，但形状必须不同，因此玩家的培养皿里面是不可能出现相同的形状的。如果有玩家觉得自己已经符合研究牌所有的条件，就可以大嗌我明白，然后由大家一起检查这位玩家究竟是否真的答啱了。如果所有玩家都同意他答啱了，他就可以获得那张研究牌，代表一分。注意，正确的答案可能是不止一个的。以下有几个重要规则，如果有玩家将细菌跌在张台上，他必须要立刻执翻起。玩家禁止抢走其他玩家的培养皿入面的细菌，玩家一定要用钳来拎起细菌。好，一二三，开始。什么意思？我明白了。我明白了。要讲我明白了。第一个房间系嘛？好，你有一分。哎呀，我唔记得咗讲，又系你最快嘅。系咯。一二三。我明白啦，我明白啦。诶，我明白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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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邊個明白先啊？我係先，你咯，對一對，唔啱喎。唔係啊，可以同形狀唔同顏色嘛？唔可以同形狀啊！哎呀，有乜嘢係咁？哎呀，我明白啦，原來邊個？哎呀，錯咗啦，已經啱啊！好，我輸咗一分，係啦，張麗。好，一、二、三。我明白啦。我明白了，對啊。哎呀，調轉咗，又調轉咗啦！我又調轉咗啦。加份呢個，又輸咗。好，兩二三。我明白了，我明白啦，呢個錯咗咩？唔啱。哎呀！我明白了，可以撞形狀，不可以撞顏色。啱啱，你係我中意嗰張咯。我一定要有一張。一、二、三。我飛啊！我明白了。我明白了。嗯。我咪撞。唔係喎，唔撞得喎，錯咗呢，又錯咗呢，我明白啦，係啦，錯咗，你都錯咗個，啱啱，好，好，乜嘢啊？錯咗啦，加油啦，加油啦，一、二、三。我明白啦，重牌，啱啱，明白啦。我先贏翻張，我贏咗一年卡，加油啊！好，一、二、三，
我没看到你有错的，现在说你先跟你先说。好，我明白了。我都明白了。啱啊。好，完咗。